Hello， 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y Brother Rabbit， 我的兔子兄弟，基本上是这样翻的。然后他让我想起我之前好像有一款一直没有玩过的游戏哈，唉，我想找完中文了，但是好像中文就装不上去了，算了，管他了，到时候我真的找到解决方案再说。好，我们先开始吧。哦，绘本风哎，我国外那种很常见的那种绘本。哦，这很厉害，看画的很精致哎，天哪，这衣服很史蒂夫哎，天哪，糟糕。欸，真的画的不错哎，天哪，而且完全不讲话，完全就只是图而已，超厉害的。啊，肚子痛，妈，要生病。啊，那只兔子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脸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像戴拉。刚刚的图上看起来有点像。哇靠！啊，两个东西把它打爆了。他很怕哎，等一下，这声音有点变小声了，我调一下。靴子，我需要按下拉杆，拉杆干什么？我靠！我是研究它吗？哇靠，这也太生化了吧，等一下。血清血液样本。啊，我拿红色的给他啦。紫色的没用哦，哦天哪。谁会知道要找去哪里找？这边还有人手，天哪！他加上紫色这个东西就会变成，这成长的意思吗？不高兴。用彩虹莲蓬头，用莲蓬头喷出出来的彩虹东西攻，对他撒出或怎样吗？等一下。啊，总的来说，我们要去救他就是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这被隔离了吗？现在被送去研究了是不是，治疗他。现在是怎么回事呢？哇靠，跑成这样子哦！收息，收息。哦，梯子没杆子，需要的东西是蓝，标示为蓝色。需要的数量有四个。需使用完整物品的场所。哦。哦，我要找东西补足它。What？ 什么？啊？这是额外的吗？等一下，这是额外的东西吗？我根本看不出来啊！灰色的说这里没有物品物件，在这边是找不到的，是不是？还需要两根，
现找到是哦。太长了吧。OK， 他喵的，可在哪里？啊？搞什么这段？这还不一样，天！哦，好了，至少我东西先拿到了。这都瓜牛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变成蝴蝶了，算管他，反正我这边完成了。好了，至少先知道该怎么动它就好了。朋友需要帮助。需要搭热气球，搭气球群是不是？天降奇迹哦！所以我现在需要的是气球，这我九个气球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这是什么？蝴蝶？那个什么，等等等，好像人物会直接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啊，这个是，哦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看这边是蝴蝶的，哦，对，刚刚有气球。需要像蝴蝶跟气球，可是这边没有的话，那我就稍微走。旁边看一下了。哇，这么多点了。蝴蝶。好，目前的话都有进展。怎么样的东西也越多了。我靠，有些其实你要说明显也不算明显的，糟糕，要冰棒了，所以我要钱。也算是乱点点出来的。你根本不晓得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找到这些东西，超北七。好了，
一个冰棒在这，还有一个在下面。好，这边应该就没东西了。这样子哦，我靠！我需要按钮。我需要两个按钮去修它，我还缺一个气球加。我现在卡在这个地方，我需要两个气，我现在一个气球，然后还有五只蝴蝶，一个冰棒，还有两个按钮，不知道这个按钮是什么东西吧？这边好像没东西。对，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什么。然后再往下找，我这边还能够找到什么东西吗？现在看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这个，还有一个，每一个都少，每一个都缺少一个，这很好笑。嗯，等一下，那颗在那里哦，哇，我眼馋，天哪，超眼馋的。啊，那超眼馋的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东西要移过去它才有用，所以很容易忘光。啊，天。东西还要再找一下，这个每个都喜欢用冰块，是不是 ？Fever stop。为什么这个东西？花朵。等一下，蝴蝶，我先把蝴蝶拿走。哦，天啊，这边的蝴蝶真的是 要找很困难。啊，有些东西其实放得还蛮好的，你一时间还真的是看不出来。好，现在又要需要找其他东西了啊！我现在又需要瓶盖啊，不，那不是瓶盖。一个平面的东西加，喂，好的，让我能点啊。他有时候没什么反应的感觉是很糟糕。啊，那个是拼图哦。哎，这个被封起来了，快掉了。原神他们不明显啊！哈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乱点才点到的。哦，他还需要交过去才有可能可以过去。
哇，真他妈麻烦。你说花土，可是这个东西你要找花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靠，是一块一块的分散在很诡异的地方啊！我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有眼馋倾向哎？有时候要找的时候还真是要找找不到。哇哩来的！你叫我很担心我找不到一些东西。哦、oh, ，Jesus！啊，找到了！啊，天哪！你这个时间点没有先拿到的话，真的你不会有反应，超不会有反应的，一点印象都不会有。哦、啊，还好这个东西不没有那么复杂。在喝东西啊！真他妈叫 sense！ 嗯，好了，这个今天结束了。喝？啊？是干嘛？然后呢？我要切一朵花，可是我花又 要找找不到的。然后这边又有很漂亮的东西。好，有了，终于哦！哦，你他喵！好了。花朵有了，可以放进去了。蜜蜂做工啦！要找东西？怎么这边这么多东西啊？What？ 这是什么？快快！到底有多少？需要那些小东西才可以找到，是不是？好吧。哦、oh ，啊，第五个才是那个蝴蝶。把它弄出来。啊，接下来就是先找小东西，这个应该还比较好找一点吧。前面毕竟很常看到它。哎、欸，是什么破的？污染一直蔓延到这里哦！天哪！要许我这个污染不停的延续过来。好像有印象它在哪没有出现过，可是没什么太大印象。啊，你在这里，很好。啊，至少这个东西好找啊！
前面那个花啊，气球啊，那个气球真的超靠北的，那个花也是，可是那个花是因为一直被遮着，所以要看看不到。哦天哪，游戏的收藏真的困难。哇靠，鼻子吸。好了，这个能也获得。这是在小故事吧，帮他浇花。然后一直都有事情啊，这边有三个角。然后给他这些东西。OK， 所以我要，哦，这边还有讲一些小东西啦，像这个。那东西长这样。对，顺便把这边东西讲完。What the fuck？ 放放乐吗？把应该放的东西放好，对不对？啊！走出去了，抱歉。啊，是乐器哦。先找这些东西出来的。太嗨了吧！还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是音乐吗？这是音乐！天哪，我第一次遇到，认知到这种情况。好了，这边总算过关了。Oh Jesus， 这比想象中还要难找东西。啊，现在总该要起飞了吧？还不能？哇，我他喵！最后总是要坑这么一下的。这边应该没有，对，这边应该是没有。好吧，那我就稍微找一下。该死的，他们累死了。这边蜜蜂啊，他被攻击弄死了。要死。等那个东西出来。我讲这个月亮是蛮恐怖的。突然睁开眼睛的话，我大概也受不了。啊，这边的东西我好像看过了，应该是没有。啊，这边应该是没东西。就绕回去。啊，最后面还要来这么一出啊！还有一个在下面。别躲，我都知道。这里，哎，这个好糟啊！这个其实没有很
方便看。我总能看到眼睛脱框。哇，突然就过，烦死了！哦，我是不是眼馋啊？这个，啊，喷了啦！好像喷有喷到吗？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喷完了？好了，终于啊，起飞啦！好了，第一章结束了，第一章超花时间，哎，超级不显眼，眼好馋啊！天哪，我接下来要看熊熊医生。好了，今天先这个样子了。哦，天哪，第一次觉得我在这种滑鼠点击类的眼睛是这么的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反正有很多东西我其实一时间没有办法看到，就是气球跟蝴蝶那个。天哪，而且有些后续还有临时小游戏，其实还好，可是像接水管那个我就没办法理解，很困难的那个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这个样子，感谢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